肠粉。来了，姐妹们，肠粉，沾点那个汤料。汤不咸的，来了，姐妹们，水果萝卜嘎嘣脆。买的这个一点都不辣，拌好了。
我老公他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个萝卜。来了，姐妹们，金汤酸菜鱼。这米的话是刚出锅的，这种米的话比较黏，不是剩饭。倒了一点汤，这个汤巨开胃。